皆さん，我是 Pedia， 接下来是我们大影格斗三，没错，那咱们即将要来面对的是第七章的最后一位对手，第一步，第七章第一步的最后一位对手，咱们的二阶 BOSS， 那我想十之八九哦，就是咱们的吉斯摩了啦哦。那这次我要使用的是咱们在今天下午哦，那非常欧洲的在商城刷到的折枝，对，传奇边旋刀。来做跟他做对抗，小女孩杰特，你在说的是莫伊拉吗？啊，还有哪个小女孩？真感人的场景，但你没办法改变任何事。黄潮兵下士的部队已经上路了，吉斯摩将统治帝国军。哦，是吗？就凭你那恶心的光头和一些看起来是得了暗影癌症的这个脸，你想统治帝国军？哼。艾希安的孩子，而吉斯摩找到了他，艾得到他要的女孩，而我则会统御帝国军。大惊喜即将到来，没有，没有大惊喜，你在这里就被我们打爆了。我知道他躲在哪，但这并非重点，是该让我和兄弟们回忆昔日的美好时光了呢。好，看起来他是想跟我来过个两招，你说是吧？来吧。那我们来看看他有几把刷子，究竟是一把呢，还是两把？搞不好他有二十把刷子也不一定。哼，好了，烂笑话。哦，这场景，单手剑，帅哦！我可以教你这个把戏，我不屑。哇，他在回话你吗？别想啊，该死！我这边应该要过肩摔他。啊！哇，他好 defensive 哦！好，抓到！哇，他手怎么回事 ？What the fuck？ 你有遇到我手下没有？哇哇哇哇哇！这是什么？哇 ！What the fuck was that？ 刚才是什么？综合格斗吗？看起来像综合格斗。来。What the heck？ 他怎么爆的？刚刚那怎么回事？他一个举手我就挂了。The fuck！ 哦，这家伙可能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，你说什么？只是他的单手剑的起手动作真的很帅，我很希望我单手剑是这样。哎、欸！哇哇哇哇！中了干扰、不是不是干扰，是猛击。哦，这个暴击 nice。来，喂，拉过来，上拳，正拳，哎，你学会格列塔教你的技术了，可就是你还是很废，该死，哎，想躲，你还找个一百年，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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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三小，
为什么杰特的脸会跑出来？我觉得这个他们的对话系统最好重新修一下哦。嗯，对，那个对话系统一直跑出其他人的对话，对吧？看起来在伯罗那个时候跑出来的就是他了啦。半张脸是诡异的东西。来，来，我的蛇 ，What the fuck？ 帮我向宗师致敬。不是啊，他开着暗影，为什么还要吸我的暗影？莫名其妙。过来啦，放什么上勾拳？在起飞 ？What the fuck？ 谁疯了我？对你疯了？哇，他这个还会顺便吸血啊？太恶了吧！完蛋，真无聊哇！我被他秀爆了啊！哦，牛逼牛逼！你想知道我发生了什么事吗？我是如何获得力量而变成不死之身的？啊，原来你变成不死之身啦！太牛逼啦！我不想知道啊！我不想变光头。我血中的爱能量曾经让我多次面临死亡，但我活了下来。拥有天赋的人是我，而不是你。好、哦，好，看来没有想的那么单纯。他似乎我只要进入暗影，就会做一个攻击，然后伤害很高。只是好事是这家伙是不会用远程的、啊、哦。不过对，他还是有着很可怕的一个技能叫大胸，那个不是大胸，那个叫做雪崩剑的一个技能，很可怕。不过没事，还好。还是可以啦，对付上面来说。哇 ，the fuck， 他的 bug 就是及时的。哇，这个一爆我就死了。这家伙有点麻烦呐、啊，而且他是区域，在某些区域内可以回复暗影能量，只不过我回复暗影能量好像没什么意义，因为。我好像只要开暗影就会受到惩罚，还是怎样？我来试一下。你看到没有？我已经被吸了。我开暗影，结果是他开暗影，他就像是我只要一启动暗影能量，暗影他就会暴走一样。不过如果我动作能够快哦，不让他启动的话。那就是另一回事了。哎、欸，他好像不会时时刻刻都启动是吗？好、哦、当我没说，他时时刻刻都在启动。完了，真无聊。哼哼。摔他！我可以教你这个把戏，我也不想学。哇哇哇！来不及，我那反应不够快。哇哇！他各种技术攻击啊，你这是技术犯规啊，兄弟！不要再吸了。Oh my god！ 我这个只要技能不是瞬发的，就会被他吸爆。好吧，好吧，看来我要少用一点暗影，尽量不要用。就是用暗影来收人头，对，拉过来。麻烦这家伙不是皇朝或传令官，我没办法说很快乐的跟他对，这样子来回这样子拉，没办法，没办法，这叫是帝国军。完了，好，没事，拉过来，下踢一踢，斜踢。正拳 ，nice， 这个暴击 ，what the fuck， 为什么可以直接这样子穿过来？哦疼，底子学得很快，我不在乎啊。你有遇到我的手下吗？有啊，我把一个一个都打趴了呢。哇，被他断了，死！哎、欸，没有剁到他。好，我有回复血量的。
别想拉过来，你的伤害有点低啊。听说你无法格挡是吧？别想！哇，他这霸气真的很麻烦呐！我老天啊！哦，他妈还梳头嘞！你没有头发啦，北七！他那大招很麻烦，他这特殊技真的让人觉得让人挺恼火。他能瞬发性的霸体，然后他妈的，哇，怎么这么强？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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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拉，下踢，斜踢，正拳，两接，再一个重拳，然后就给我一个暴击，牛逼！哇、哦，这个束缚者可以。What the fuck？他任何时刻都可以快乐的开这一招，干，这招真的很麻烦呐、啊。What the fuck？ 我只能说，我这把武器应该算是被他克得很死。对。拉过来，上去 ，Nice。这个暴击，下踢两接，下拳，正拳两接，后跳，完了，该死 ，nice， 暴击，别想收藏我 ，Oh my god， 这一个包，麻烦死。耶、yeah, ，后退，拉过来，上拳，后跳，哇哇哇哇，再踢后退一点，躲得开吗？躲不开，狙狙。啊，我主要的伤害应该靠重拳那一个打头那第一下吧，暴击触发那个精准来做属输出，可是要怎么做才能让他乖乖的乖乖的吃我的重拳是一个问题。他不可能像这样每次都吃下来，对不对？要怎么做才能 reset 他的那个？该死！哦，没事。哇，他还可以放这种东西啊！哎，拉过来啦！哎，起来啦！别想！别想！完了！哇，还有一个爆哦！牛逼牛逼牛逼！讲真的啦，这一次这一个战斗配这一套装备，我看不太到胜利的路径。以往的战斗我都可以，哎、欸，对，看一下哦，我这样子应该可以打。可是这一次战斗就不一样了，有点小麻烦了，你知道吗？不过目前只看起来我摔接攻击是还可以，拉过来，然后再把你举起来了，滚！哎，还想给我干嘛？你还想对我做什么呢，兄弟？哇，滚不掉，踢一下。Nice、来，摔他一下，然后正拳 ，Nice 这个暴击，哎，拉过来 ，nice， 抓到机会。来，摔他。好，正拳一接，下拳，重拳，
正确。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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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结束了，再见。哇，可怕！不过我稍微看到成功的路了。哇，这个 bug 牛逼啊！我们多玩一会儿吧。操你这 bug， 看多牛逼啊！这背景就是永远变暗影状态了，太厉害了！哇，瞬发！哇，他这个盾牌的这个下拳，牛逼牛逼牛逼！太厉害了 ！OK， 你专心的看这个场景啊，哦，很 beautiful 的，很 beautiful。他从来不用远程去攻击玩家，所以说这应该算是一个小确幸。这算小确幸吗？哎，对，举起来。来抓到！我这次没有想着要吸我的暗影量，很好。哇！我竟然成功打出了完整一次暗影啊！好，我稍微知道怎么对付他了。Yeah， 好，稍微有一点概念要怎么打他了。如果你仔细看的话，吼，你会发现他手上拿的其实是异光，挺有意思吧？没人想学你这个烂把戏来重拳。再次中拳，上去，下踢，中拳，上拳，正拳，再次中拳 ，nice， 这个暴击，再次上拳 ，nice 嘛，正拳，放蛇。不要让他有机会吸我暗影。完了！哦，他吸到自己死了 ，nice！ 为什么他吸血会自己死？狂暴吗？我刚刚没看清楚。哦，刚刚那个他妈的太牛逼了吧！哦，好好好好好，至少成功了，好吗？来，来，上拳，这个暴击很可以啊。下踢，摔他，然后一接正拳吗？不，我要放两接。该死，摔他，上拳，重拳 ，nice， 这个爆头，啊 ，nice， 再一个暴击，再上拳一次，没办法。啊！不要断！哦，还要抱我，忘记还有这招了。What the fuck？ 为什么可以这样子断？三小啦，完全不合理啊！他妈的！被踢到一半欸，他不是在格挡吗？就站起来就给你锤下去，三小啊，这什么战斗能力？他这到底什么巫术？太莫名其妙了吧！他只要开暗影，我就他妈的只能一直躲。拉到起来了吧？
拉起来，下踢一阶，斜踢，正拳 ，nice， 然后站起来，你进入你中了干扰是吧？还想跟我抢速度？再摔，嘿，想干什么 ？nice。よし，不要让他吸我的血。风会帮你，不，风已经舍弃你了。再见吧，孩子。你好怕？开玩笑，你不该开玩笑，兄弟，你应该害怕。我现在完美你一回合。准备接招。好，了解，谢谢。来，他同时带了三个单手剑的技能啊！我注意到的是这个，对吧？退远一点，然后一个重拳。他同时带了三个，对，包括一个叫 Turning Point， 然后还有，对，咱们的这个俯冲剑跟这个史诗技能，那叫什么？雪崩剑。对，我就知道你又想抓，还想抓我啊，冰鸟！哦，不要撞死！放蛇喽！来，绕他背后。完蛋，完蛋，完蛋！抱歉，向宗师致敬。没有，你再见了，不好意思。好，他这一招是不管怎么样都会先扣掉自己的血，对他一定会扣掉自己的血，看起来不是狂暴。我刚刚看他右上角没有出现狂暴的 mark， 所以说是单纯的，他自己会扣血，很好，利用他这个机制让他自杀也不错 ，nice。你格挡不格挡啊，兄弟？完了，给他爆了！你这熊爆真的恶心，哇，连爆两下！三下，哇！连爆我三下，这家伙有病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不对，这不对，你这样不对吧，兄弟？哦，这个跳起来挡不住他 ，fuck！ 我以为我是大跳长跳，结果是，哇，烦死了，妈的鸡巴狼！不是啊，他连摔我三次哎，三下四次，我再也不敢叫吉斯摩淫笑男一号了，我现在要叫他疯狂熊抱淫笑狂魔。吉斯摩，不用教我这个垃圾把戏，妈的，真的很恶心。Nice。Oh shit! Oh shit！ 被他拉爆了。Nice！ 放蛇。还想吸我的暗影能量，你做梦！还想再吸啊，做梦！风会帮你，你错了，风不会再帮你，风已经舍弃你了，兄弟！啊，该死！这个该死的失误，刚刚的失误很明显啊，最后面不该下拳，我应该直接一直踢。再下踢，然后再看要怎么做。哎，过了、起来！哎，想干嘛？熊抱我啊，冰鸟！拉起来，起来啦！我要把你拉去墙角，不好意思。有起立，对，他这个开下去，他就会补满他的暗影，好 ，nice， 还没开他的暗影，
他没开他的大招。你有遇到我的手下吗？有，我把他们全部打爆了，不好意思。好，这个应该可以割大，不会让你说话太大声。你在跟谁说话？你在跟吉斯莫说话还是跟我说话？不能让他起来，都要注意一下，这个释放顺序很重要。哇，不能这样接吗？他太死了，大家一起躺着吧。可惜赢的还是他了，他躺得比我晚。最麻烦的点很简单啊，就是在我让他吸的时候，有没有那个血量本钱可以让他吸，这是麻烦的地方。哎，你无法格挡是吧 ？Nice。想起立吗？来，我还会把你送进角落呢。哦，你好怕？开玩笑，你敢开玩笑是吧？你敢开玩笑，我就敢跟你玩真的。看你还敢不敢跟我开玩笑啊？敢不敢开玩笑？还开不开玩笑啊？妈，借不借网瘾呢？啊？借不借网瘾？借不借？借不借网瘾？哇 ，the fuck！ 为什么他还是给我攻击下来？空风，风会帮你。空口说白话的疯子，很好，兄弟。风会帮你，并不会，兄弟，风不会帮你，风只会帮我，不好意思。风像是朝我在吹，你有没有发现你在慢慢的输啊？他不可能开场就开吧？我先冲过去摔他一次。哇，好像还可以。啊 fuck！ 哦 shit， 这一场应该是去了。不要吸，不要吸，不要吸 ！Nice。哇，还是被他吸了，干！帮我向宗师致敬，我会的，兄弟。你在你死之后，我知道我如果用地雷的话会轻松很多啦，但是我不想这么做，不好意思，我不会像上次打暗影意识一样妥协了，我这次不妥协。不好意思，这次是。不想妥协了，还想给我飞拳啊啊！来摔下踢斜踢正拳。重拳 ，nice， 风会帮你，错了吧，兄弟？你今天是不是自恋的有点夸张啊，兄弟？躺好，太自恋喽，各位，不是各位，不好意思，是你，您太自虐，自恋喽，有点自恋过头喽，几时嘛？啊，我们来看看这 ，Let's settle this。来，你是不是又回到熟悉的角落了？别想，来斜踢，正拳，重拳，上拳，下踢，正拳，后跳。重拳，上拳，下踢，摔，再一个重踢，好，再一个重拳，好，游戏结束，谢谢大家，完美。那当然啊，游戏不会再显示出来了，不好意思。
游戏已经删除掉完美这个功能了，已经没有这个东西了，很讨厌啊，我不知道怎么要把它弄掉。I don't know. 啊 ，OK。摔。来，咱们再更靠近角落一点就好了。哎，想干什么呢你？没有这么容易的啦。哼，这也太爽了吧！这个暗影连段，我只要放我的前暗影，这个技能我忘记叫什么了，我就后退一点。别想啦，想连续放啊你！起飞啦，干你啊，死一死！谢谢大家，三零结束。谢谢大家。新等级是23等，他终于闭嘴了。杰特，解释一下，这女孩在哪里？她又是谁？她和我住在一起，而且她不会长大。我无意中听到他们的对话，小队的所有人都在找她。OK， 这比我想的还糟啊！走吧，我们必须在帝国兵到达皇朝宫殿前，先抵达那里。好，抢速度就对了。没时间浪费了，如果暗影得到了那女孩，这一切都将结束。哦，所以说果然就是莫伊拉就是最后的那一块嘛。待续。Alright， 那如果频道记得右边有个订阅，按下去一起把这个吉斯莫光头打爆。那就下方是咱们这个虚空把我们送去帝国军，然后得知了莫伊拉之类的东西的这个那一部影片，你来去看看。对，那就这样子。